当然看国内重要消息，受到美国拖累，昨昏台股当下落1807点，是有史以来落上侪一天。想不到今日真紧就先反弹，佮爬起来到20000点，收盘是20501点。也台积电昨昏虽然是强买盘佮进榜，今日嘛回魂，盘中甚至佮强买起进榜，收盘是起65块，即马一股是880块。七月58日，台股大落1807点，是历史上一个手落上济。不过，隔顿交到大平盘，先开关了后走低，情形真无稳定。啊，这空方的气势大起670点，创下历史上第二一个手起上济，收跌20501点。三大法人拢总买超262亿，其中外资又买转买，买超台股243亿。以台湾的基本面，这个价位市场外资应该会吸引更多外资进来。台币应该也慢慢会转强。台股反弹，主要大型科技股投入资金，尤其台积电，这几天股价大落，要到落顶。不过拜二就随强势反弹，大起65块，收跌880块，挖进起点的介绍。一天投入差不多1900000-900000，期待再登去22条。不过就叫台股起的局势，跟他一起一天。面对全球股灾，行政院长邓永泰嘛话讲，政府相关部会拢会做好准备。我们也希望股市能够自主健全的往健康的方向去走，我们会密切的观察，请大家能够安心。国家解套，金管会感谢来救股市，有两大苹果的指标，包括政府担保逾期率，感谢落破158%，三成融资断头，还有外资借款卖出，感谢落破3.76%，显示外资健康操作。信用交易之整户担保维持率为153.74%，外资借券卖出是3.34%。依照当下整体市场环境及国际情势等因素来进行综合考量及判断。这个台股大落，融资追缴令其实顶礼拜五就已经发出来，不过证交所烦恼的违约高挂真正发生啊！到早起11点为止，已经有10间券商通报，拢总有13户无纳钱，累计违约高挂的金额。差不多是2.3亿的台票，占成交量差不多1.87%，交割的风险还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。不过初五大落1807点，以交割的制度，初七无排除还有更多违约交割产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讲到去年底，台湾人若要出国免签证的国家，要有171个，到甲今年的4月，煞减少到剩166个，是减少5个。这个外交部是表示，免签证的台股会有变动，有真侪可能。不过嘛，无排除，就是中国又搁伫咧背后咧背鬼。休假期间有真侪人会出国享受假期。根据利空指数、亨利护照指数公布上强护照排名，台湾以143个无得地免签，加多米尼加并列35名。也毋过新加坡报告，刷指数到今年4月10日，予台湾人免签证泰国国家为去年底171个减少到166个。外交部回应，部分地区无排除甲中国施压有关系。每个签证待遇异动的个案情形都不一样。不能一概而论，但外交部都不能排除与中国施压有关。我期待当我们在跟世界国家往来的时候，不管是各种经济文化的交流，都不要受到政治议题的干扰。去年底到今年4月，对台移渡免签泰国的有诺鲁、吉里巴斯、甘比亚；落地签证移渡的有赖比瑞亚、卡麦隆多哥；真正加号电子签证泰国的有新巴威或者混血。部分国家调整对咱国签证泰国，除了可能是中国施压，也可能甲台湾人到当地观光投资等行业无关有关系。台湾的旅客前往这些国家的人数相对也不多了，带给他们观光还是投资这方面的收益没有很高了，被改变。这个外交待遇，其实在国际外交上也不乏潜力啊。因为外交台务各个可能拢会随时调整，根据上新统计，目前会当用免签证、落地签证、加电子签证去的国家加地区是164个，包括厄瓜多对待移渡免签台务、吉尔吉斯移渡落地签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哈马斯的政治领袖哈尼亚伫咧移动比赛，移动则讲要去报复以色列。刚这时阵，美军伊拉克阿萨德的空军基地，就传出去火箭弹崩掉，有5个美军受伤。目前是也毋知影这其中敢有牵连。
路透社引用美军的消息指出，当地时间初五拜一，两条火箭弹射向阿萨德基地，造成五名美军人员受伤，其中一个人伤势严重。美军大部分撤离伊拉克了后，阿萨德就成为当地仅存的几个美军基地之一。虽然有长3900公尺的上跑道，有够好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起降，也不过现阶段已经无长期驻守的战斗部队。这件攻击事件和最近事业派武装团体高层先后遭到袭击身亡，和武装团体的报复行动敢有关联，目前也不清楚。也不过，其中针对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德黑兰的住所被刺杀身亡，伊朗呛声要对以色列展开报复，所以寄望在美国，唔望美国会当约束以色列。عدم ارسال تسلیحات و جنگ افزارهای کشتار جمعی برای رژیم غاصب صهیونیستی است. ما اعتقاد داریم که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دون هماهنگی با دولت آمریکا دست به اقدامات ماجراجویانه نمیزند. 分析家认为，伊朗虽然未只是公共的名，一定会有所行动，也不过也会有所斟酌，避免冲突升官，演变作未当收束的代战。If Israel does something like this, killing Haniyeh in Tehran, and they have to do something, and maybe Israel does something back, but they do not want full-fledged war coming to the borders of Iran. For Hezbollah, the economic crisis, even more than the political crisis, has created a situation in Lebanon where almost nobody wants a full-fledged war that would bring down the kind of destruction on Lebanon that would make life there even worse than it is right now.专家指出，伊朗甲以色列距离遥远，较袂亲自动手，又挖到以色列代理人发动攻击的可能性真悬。伫以色列四口会的是啊，排武装团体哈马斯目前是家己拢顾袂全，所以可能由真主动动手。公司新闻其他真朋友，民间的政府改革公务人员利用身份的配件，甲这个块要留予退伍军人甲高官的囡仔来做，是引起严重的反政府抗议。嘛，造成300人死亡。这总理是宣布消极了后，就落台浪讲。也即马今军方是阁宣布讲，要取消消极，讨论做临时政府。明格拉军方初五正式连续掌权15年的总理76岁哈希纳已经宣布辞职落台，下面小妹坐军用直升机飞去印度，后壁转去英国。明格拉的军方嘛要含各党派来参详成立临时政府。这场经过一个多月的反政府抗争，就敢那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明加拉版。一大堆明加拉示威的群众，初五是无在插消禁的命令，做伙伫个首都市区，被吉利红看作是明加拉1971年独立英雄明加拉的国父哈希纳的老爸拉赫曼的铜像，想要来破坏。明加拉反政府运动是对七月初开始，明加拉的学生抗议政府打算要恢复公务员工课配额制度，加30%公务员的工课留予1971年参加明加拉独立战争军人的后代。即马当权的权贵高官，真侪人拢是这人的后代，但是真侪人的证明拢是假的。明加拉少年人的失业人口是有1800万人这么多，这种不公平的公务员录取制度是引起一大堆的学生吃不完。哈希纳下令来镇压，造成要300个人死亡，讲示威群众是恐怖分子。哈希纳落台了后，一大堆群众是弄入去伊的官邸内面，有的人抢点心，有的人破坏家具，抢走财物。人权观察组织认为，讲哈希纳选落台，上主要嘛是军方的态度改变啊。It changed when the army stopped standing by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suggested that for her own safety she must leave the country。哈希纳15年的替换统治，虽然讲和平加拉的经济起飞，但是人权记录是真歹。今年1月大选嘛，受到反对党的抵制，正当性正受质疑。面对平加拉的政局，联合国初五是呼吁平加拉的民众保持冷静，和平、有序而且民主的来移转政权。美方是对平加拉的临时政府乐观其成。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译。
感谢收看《新闻世界通》，我是志安，那明仔再同一时间再会。